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又欢迎回来我们的模拟桌游实况。那我们今天呢， yeah. 要来玩这个泯灭人性，因为我们上次玩了台湾乡民版，我觉得乡民版真的太弱了。完完全全弱掉了，真的这个版本最邪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我们的毁灭人性卡片 Round 3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规则我就不多说了。好，那我们一人先抽十张卡片吧。来喽，第一题是替代型药物，现在有治疗什么的效果？哎呦，不错哦。糟了糟了糟了，好。好来，那就从这个年纪最长的开始。好，小 N。老皮。小 N 呐、啊。替代型药物现在有治疗包皮垢的效果。靠！肮脏哎，超糟糕。就这个屌，很多人需要。那现在换我。好。替代型药物现在有治疗唠叨不停的效果。没有，还是靠小 N。哎、欸，这个应该，这应该很多那个吧，很多夫妻应该都需要吧。我的比较强，我的比较强。屁！包皮垢比较强啦。替代型药物现在有治疗阴阳人的效果。阴阳人，好犹豫哦。阴阳人赢了啦，阴阳人赢了啦。包皮垢啦，包皮垢啦。这样以后不用洗鸡鸡了、欸，哎，这样很方便。好，洗鸡鸡。你又没鸡鸡，真可怜啊！现在的小孩天天都被什么东西缠住了。来来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快快快！我也找到了。那就先由喜天开始吧。真可怜啊！现在的小孩天天都被长得像周杰伦的 AB 奶油缠。东尼大木啊！好了，欢迎欢迎欢迎小 A。讲完之后，我要再讲那个补充一下。好好好，真可怜啊！现在的小孩天天都被连战缠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连爷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烂死了！烂死了！烂死了！东尼大木比你强太多了。美国空投给阿富汗小孩，这个好选哦，靠北哦，这都选错，这都要下地狱了。我没有，我觉得我答案超靠北的，完了，真的会下地狱，真的会下地狱。那我要先让皮弟先开，因为他好像他说他没牌了。好，皮弟来，给阿富汗小孩什么东西？犹太人，我靠，这蛮贱的。好，大准备了。美国空投给阿富汗小孩什么东西？我的是锤死！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你要懂哎、欸，不懂吗？你不懂吗？在遥远的未来，历史学家认定什么代表了今日台湾的历史？这张牌会不会被打、啊？没事，那就由小 N 开牌。小 N 好。在遥远的未来，历史学家认定了南部人代表了今日台湾的历史。在、欸、南北耶，靠近了。在南北。来，老皮开。好，我答案比较有那种意境一点点。在遥远的未来，历史学家认定了无聊的台风假代表今日台湾的历史。这个烂透烂透，你看，明明就不错。我跟你讲。在遥远的未来，历史学家认定了把处女丢进火山代表台湾。哎、欸，我都没听错。百老汇近期巨献圈圈圈圈音乐剧。哇、哦，这个我有，这个我有。有吗？我这个要下地。你要投我所好啊！你们因为每个要看裁判选的嘛。百老汇近期巨献反多元成家音乐剧。还有主题啊，还有主题啊，对啊，没有画面，这个东西还要解释吗？字面上意思啊。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，剧情应该是这样子：男主角爱上一台摩天轮，然后他想要跟摩天轮结婚，然后反多元成家，反多元成家的人出现，说你不可以跟摩天轮结婚，然后趁半夜把摩天轮一把拆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换几天。我跟你讲，好，百老汇近期巨献。
恋母情节音乐剧，哒哒哒哒哒哒 ，I love you, my mom。蛋被丢掉了，不是我丢的，不是我丢的，换我了。好，百老汇近期巨献，大腿内侧的爱抚音乐剧。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他音乐剧在演什么？我觉得我对这还蛮有兴趣的。聊色，我对这还蛮有兴趣的。芭比为什么吗？哎、欸，手挡住了。芭比为什么妈咪在哭？我先出，我先出。好，小爱出。因为我比较没自信。好。他说：“芭比为什么妈咪在哭？”然后芭比回他，他说：“就是你想的那样。”有回答跟没回答一样。哪样啊？不愧是芭比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爸比比较直接一点，好不好？那个小孩就会说：“爸比爸比，为什么妈咪在哭啊？”爸比就说：“孩子啊，因为爸比找妓女啊。”那我跟你讲，我就比你猛一点。好。爸比，为什么妈咪在哭？因为爸比去堕胎诊所接妹子啊。靠北，太靠北了，太靠北了。来，难得的班友全被圈给毁了。我先看皮弟的，因为皮弟每次都很皮弟都很烂，真的超烂的。皮弟都很烂。难得的班友全被五棍阿伯全毁了。你斜枪怎么？你斜枪怎么？不老骨头，不老骨头，嘿嘿嘿。你斜枪怎么？你斜枪怎么？枪。好，换小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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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得的班友全被天乐的死给毁了。哎，天乐的死掉，就是搭搭游览车，有没有？搭搭游览车搭一半的时候，觉得怎么这个车上有屎味，然后还在高空上面，然后你又不能下车，就同学抓在底下扣的，妈的哪个拉屎啊？承认一下好不好？什么东西永远能够嗨翻派对全场？我跟你讲，前两天我们才结束一个派对， 对不对？ 那个现场大家那种，就是一直来把你的双手举起来那种感觉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就是要这种 DJ 喊出来。好，那就你先开牌嘛。就是大家嗨了，嗨有没有？来，不倦色，跟着我一起，把我气爆爆一起，然后台下有没有？台下面，然后那音乐嘟爆皮掀起来，洗咚喳脏喳啦喳脏喳啦，然后开始包，然后每个人都开始先包皮，洗刷刷，好，我怎么做？我的比较不一样了，我的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呢，这个小明呢，他就是已经单身三十几年了，然后他是在学校当工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每天就是这个幻想的学生妹跟他一起，就是发生一夜情哦。结果没有，他就是有天呢，就是在幻想这东西的时候很开心嘛。哦、我要听下一位讲的，下一位。好，我的最简洁有力。烂裁判，我怎么破处的？通常热锅包怎么破处了？这个可以，通常热锅包破处才强。小爱那个战力蛮点的，耶、yeah, ，超强的哈！烛光，浪漫烛光晚餐要是少了，圈圈圈就不完美了。我可以先开吗？来，你先开。浪漫的烛光晚餐要是少了马英九就不完，又是马英九，马英九怎么没就出来啦？换小爱，换小爱。好，浪漫烛光晚餐要是少了。金鱼精翼就不完美了。金鱼精翼啊，看，好扯，这涂在哪里啊？涂在那个晚餐上面是不是？先生，要不要再来一点金鱼的金翼啊？好啦，好，浪漫的烛光晚餐呢？要是少了抽搐的宅炮，抽搐的宅炮，我觉得这个蛮美。抽搐的宅炮，这样子呢？抽搐宅炮的精翼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是什么味道？我跟你讲，最后一张了，来，那是人形蜈蚣乳汁溢出的味道。来，小爱不要多，小爱开。那是什么味道？那
是夜狮狂的调味老二嘴长菜花的味道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我改一个，我改一个。好，这是什么味道？这是泡有生殖器露珠的味道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来，我还有，我还有。那是什么味道？是偷窥狂把讨厌的人非法囚禁，截肢到之后呢，使他父母死掉，被火烧的味道。太长。我有。那是什么味道？那是色情李龙燕家族通奸一阵干呕的味道。靠北，小 A 赢了，小 A 赢了，哎、欸，所以我赢了，耶、yeah! ！我下地狱了。好了，那如果大家喜欢呢？哦，我们继续玩模拟桌游。为什么模拟桌游好像还蛮多游戏的嘛？哦，那有机会呢，我们会再继续玩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别忘记下面留言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按个喜欢，然后分享。好啦，那就下次再见喽。我是老皮，拜拜。我是喜天，自善的阴毛。